Hello， 导晴。那么今天就来下面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啦。那今天五点半的话呢，终于啊是打到了我们这边的这个最底层了，好不好？那这一次基本上我们这边比较重要的这个生力军全部都被换掉了哦。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保有了两只这个打一般性敌人的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角色，但是弗罗跟这个黑姐啊，还有飞脚豹都没了哦。那我们这边可能比较第七场最底层，哇了发，这谁啊？哇哇哇哇哇，这完全看不懂，而且里面超多古代种的。好像我有留一些打古代种的，来看看一下，小红帽可以，然后异地，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多龙好不好？然后未来猫哦，好像都还在，都还在，可以可以可以，哈哈，想不到我有留这么多吧，嘿嘿，这应该蛮稳的吧？想不到我有留这么多吧，sweet。好，这样子应该可以吧？先这样试试看，然后里面的话应该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古代种的，但是二人组已经被我用掉了，对不对？对，二人组已经没了，然后剩这个啦，不然就这个换下来换这个好了，这样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机西有，所以剩这几只。你看我们这一次的猫猫，哎，打到真的很惨哎，惨到一个不能赌哎，有没有看到？我们只剩下这样子了耶，各位，好惨哦。那小红猫下来换牙王吗？但这关的这个一般性敌人好像也是蛮少的，对不对？对啊，好像也还好。好啦，这样直接走起了，好不好？各位，最底层一百楼全线生物要来了，究竟会是谁？来看一下，完全没有体验过哦，各位。最终一百层，哎呦，欸，长得很恐怖哎，很像那个恶魔族系列那个角色，有没有看到？哎，我这边好像有点太多那个了耶，用太多大只的这个角色，好像会被搞死哦。感觉会被搞死，我觉得好像会。先来一个黑凯吧，好像要被搞死了，天啊！先来一个黑凯，哇，那个人要来啦，救命！这好像太多那个了，太多大只佬了，应该要先把那个谁，要先把那个黑杰他们弄出来了，不是黑杰，黑兽他们弄出来了。完了，这是什么东西？会有宇宙大爆炸，但看起来好像也还好，但是它的攻击速度很快哦，它的攻击速度很快的那种，对，它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属性的角色，躲弄可以用到它吗？好，好像不行。哦，开爆，哎，但那看起来应该是一般性属性的敌人哦，因为宙斯这边的话好像打了还蛮痛的感觉，拜托宰一下，哦。然后待会再叫一下那个黑兽出来。这好险的地方就在于，就是它的这个输出感觉不会那么高，好像还行。对，输出不会那么高，而且它是一般性属性的敌人，所以我们这边是 OK 的。但它一般性属性敌人的话，我们就不用出那个白骨垢了哦，我们就出一般的就可以了。来啦，弟弟一百层，他拿的是暗猫眼石吗？看起来很像哎，对。拿看起来很像是暗猫眼石，各位。哦 ，nice 赢了，呼呼！赢了之后，这个异地冲超快的，哎，这异地冲超快的，他也在快乐庆祝哦，各位。他飞超快的，飞超开心的，你知道吗？快乐庆祝，最底一百层没有问题，感谢大家，好不好？这只的话，它是一般性敌人啦，只是大家打到后面的话，也没有办法留那么多只打这个一般性敌人这个角色就不一定了哦。但是全部挖完，首次通关，耶！各位太爽啦，可以哦，哦可以，哎呦，这边还要救一只是不是？刚才救白不够了啦，好不好？最底一百层，各位哇，每一次都是打得很辛苦哎，不过可以拿到蛮多这个暗猫眼石啊，还算不错，好不好？哦，大家这一次爬的如何？可以跟主持人分享一下。我最后只剩下四五只猫猫，是不是？对，我只剩下十五只猫猫，哎，要了个咻！这一次真的是超级无敌凄惨的，真的是哇，要了个咻！死仓很惨重啦，因为我自己的话，基本上好像就是那个什么，我觉得好像那个什么，就是没有打得很好，而且有一些关卡就是太小心翼翼了，就是我每次都会觉得就是哎呦。
是不是应该就是留一点点，不然之后会没有猫，就反而那边就输掉了，然后就直接就更惨哦。反而就是你应该要赌一波大的哦，就是靠比较多只下去，然后让那个猫猫不要带太多走了，让那个猫站不要带太多你的猫猫走，好像就会比较好那么一咪咪啊，好不好？一咪咪而已，好险好险哦。好，这边直接来一个这个继续升级，我现在已经把那个什么、啊，我已经把那个什么这个慢速炮、低速炮跟这个天使炮已经升满了，现在在升我们这个铁臂炮，反正一个一个往后面这样慢慢升这样子哦，太舒服啦各位。好，那这边火山危险先给它打完哦，上次好像有打过，就是这个一堆这个那什么，一堆那个超兽种的这个关卡，我们来用一下这套队伍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好了哦。先打完你就可以解锁就是后面的这个兽食关卡了这样子。来，让我们跨买几嘞！解锁兽食关卡，咒焰狂焰，咒炎狂焰啊！来，然后一个鱼的猫，然后再一个这个可可代替，再一个二人组，不是二人组，那个红二号机。然后架多一点这个章鱼猫，因为这后面会有那个谁啊，会有红火海马哦，红火马啦，红火马比较麻烦一点点。便叫一下我们的黑杰，直接一个碾压。哎，好险，我最后留了一大堆那个蓝眼睛啊，不然我最后一层真的是蛮容易就可能会掰掉的啊。对吼，这关是那个哦，完了五代种的我又忘记了。哇，还是猎波仔啊，各位。因为它是古代种啊，我应该要带二人组啊，带错了，完了不知道这样刷不刷得死呢。这只很烦呢，带我出去换一下那个多龙他们好了。你感觉杀不死啊？因为宙斯这边是打无属性的，这只要被打爆了，各位完了，被打爆了，也不用带那个什么，破洞还是要带啊，因为有那个火马。红火马，完蛋了，各位，救命！救命！要没啦！哎呦，要没了！居居，哦，天哪！4500，好鸡！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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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啦！我，居居，惨喽！完蛋，64%。欸，好险！你知道我现在都有一个阴影，你知道吗？打完之后可能有一些角色要被换掉，呵呵，好险这边没有这个东西。Holy 嘎嘎仔，好不好？不然最近疯狂就是打完就要有东西被换掉，那真的是挺惨的，挺惨的，好不好？真的是挺惨的。来，我们看一下哦，这边一叉的部分，把那个朵弄他们换出来，朵弄啦，然后那个三神好像都不错，然后这只也可以继续上，宙斯下来。黑杰下来，骨兽上去，然后异地应该可以跟这个换哦。啊，没问题，走起啊、哦！打不赢的话，我们就那个，就用那个 Max， 应该是可以的。来，然后这个走起，走起，走起。好鸡，还扁！我靠！哎、欸，这群有点哇！怎么那么狂？我的天！哎，不对哦，不对哦！我觉得这边不该开加速啊，有点惨哎、欸！哎呦，腰了个修，加速先关掉，然后先看看五猫走起。哎呦，哼，咒焰狂焰确实挺难。这个小人在搞啦，这个小人一直把我们击退，一直在那边闹，哎，我的天！哎呦，打死没打死？哎呦，救命！救命！哎，完蛋了！我觉得这边需要什么，你知道吗？需要一个黑色敌人的。哦，还是躲弄就可以了。不是啊，这个幻影拳击手太狂了啊，很猖狂哎、欸！哎呦，好险哦，打赢了。
然后这个骨兽，二号机，二号机刚才一直要把那个红色点打死，怎么打不死啊？天啊！这个黑色的这个幻影拳击手太猖狂了，各位，太猖狂了，可以弄死，然后再垫一下，没问题，可以，然后再弄一下各代地。待会我们可以在4200块异地走起，拜托了，拜托了，这真的很麻烦呢。哦，攻击下降了，直接炸一个暂停。哇，我应该要接一个异地的哦，对，应该要接个异地的，没接异地口齐了。快让他没有办法发猎波就对了，那不能用猎波，各位冲呀！这关打完我们才有下一关呐、啊。4200，有 ED 来了，开撞，快弄死他！有一下，砰，两下，砰，哎、欸，死了，死之后就剩火红马了啊、哦！火马好像打快一点，他就不会出现，对不对？快快快，打快一点 ，Go Go Go！哎、欸，赢了，可以哦。好，昼颜狂夜没有问题。哦呦，还有最棒的地图，爽歪歪了哦。好，那我们今天顺利的抵达了我们这个最底层的这个100层了。那大家有没有顺利的达到我们100层呢？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你最后是用哪一道队伍打败了我们那个很像我们那个魔神的这个女魔神啊？好不好？如何打败我们女魔神，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喽。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我是彩排彩家喽，大家拜拜喽。